小刘先生，刘哥哥，有理有理有理有阿庞啊，阿庞啊，小刘哥，小刘哥，小刘哥，哎呦，喂，你的名吼，你的名哪里我被忘？是的，一个行。一个行啊，一个旁，啊对对对，嘿，啊无讲台语哦，啊你唔捌人爱甲叫吼，唔捌哩，唔捌哦，啊我遐奇怪，我就讲，啊就阿行啊，啊个阿旁旁啊，嘿，啊这音怪怪的，哎袂哩，哎呀，我一个音哦，嘿，阿旁都差这样子哦，旁旁旁啊旁，一旁的旁，门内底门的内底迄个旁，阿凤，啊这卖行呢，哦怎么样？阿行阿旁。阿胖，阿胖，哎，两胖，同韵呐，哦，对，同韵，是，啊，你要讲阮的名，你个字嘛，加真雄呢，我，啊，刘福柱，刘大哥，刘叔叔，刘伯伯，就讲我加小刘哥哥呢，不，啊，这我你讲，我这是环境的压迫，无法度啦，是安怎？你都唔知这环境压迫你，环境啥物样个你压迫？我呢吼，啊，咱三四十摆的时阵吼，啊，这等这低歌的小低歌量啊。对哦，台顶就甲叫，你知啊？就甲叫老蛙，老蛙啊！对啊！哎，啊老蛙叫落到底吼，有影哩？行情几摆，几摆去？本来拢会顺，叫落到底吼，人对方听着，迄个老蛙，本来袂，人变唔。哦，你是讲查某囡仔？无，唔是。哦，唔是。对，兵后代志啦吼。啊，主人叫小刘哥哥了嘞。啊，我无法度啊，我若无甲改回来吼，啊，无过两年变啥？变士官长，哎呦，士官长，老王啊，不如老王，我去你，我升一级变士官长，哎呦，老农民哈，啊对呀，啊你三五年以后，很自然就会升级，哎呦，变老士官长，哎呦，哎士官长，大家拢知啊，是，老士官长拢未升啊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搞不将环境压迫。哎，个街道等下小刘，么这合理啦？你看咧香港人诶，都阿伦的不？永远都25岁。有影哟。最近有一个讲笑话啊，讲一个欧丽桑，迄个其实蛮唔少欧丽桑。我一个少年咧问讲啊，欧丽桑，歹势哦，我想讲要为台北车头要安怎去？迄个人啊，听讲伊叫伊欧丽桑，心情歹起，心情都规拢压杂起。我咧只少年，你讲叫欧丽桑，对不对？讲本来台北车头就为遐去，讲台北车头哟。喂下去，我你写一个假戏嘛？你讲，叫欧丽桑，对吧？小刘哥哥，安尼就对啊，水，是啦，就一听到心情拢是不能讲起来。没有没有，其实你是孤独生嘅，我说都对不起家主啊啦吼。无啦，一家主是偌久？六十年啦。一家主过六十年还多好。无啦，嘿，要查嘴咧咯。查嘴哦，查嘴咧。我今日叫我做查出多嘛？无啦。我差出差，我都足少回就唱。天啦！我啊，当天拢唱真久啊啦，唱真久啦。啊那差嘛差无几工啦，嘿。无咯。嘿，一家子哦，一个差做嘞，真做哦。哦，无咱安尼来问啦吼，即个咱较早歌坛叫做低歌光辉嘛。啊对啦。啊会长是咱于天嘛，对不？啊对啦。你较早出道还是于天较早出道？吼，那我坦白讲嘞，坦白吼。无啦，有迄落坦白，啊个无坦白安尼就对啦。有两种啦。啊对。吼，啊别坦白是要正经的。赞的，赞的，还是赞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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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较早啦，好，你那个啦，早是无要紧啦，今日我们都是早十几年未，无啦，迄啰较无十年啦，较无十年啦，较无十年啦，是讲你讲啦，你歌坛啦，等于年纪古都唔是上重要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最终啊，内底咱有一个热情的心，这个是咱刘福柱天真少男的心，哈，对吧？好听，好听哈，三班能听，好，对，加几下，加几下。啊，咱他咧讲的吼，讲你足侪得到金钟、金曲奖、金钟奖、金鼎奖，金鼎奖，顶摆有一摆金钟奖，我拄啊好呢，伊煞甲英雄啊斗阵提名嘛，啊，我甲冰冰姐斗阵提名，结果咧，结果迄年的金钟奖的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，咱就是小刘哥哥，拍死！哎呀，跟你死嘞啦！别，你唔通安尼讲，我你那现就甲干掉安尼哦。无啦，哎，我好嘞，不是啦，我其实是安尼吼，这种东西吼，嘛是爱靠运啦，也是要运气。我呀，嘛有那是你要实力啦，我当然咯，当然咯，实力是有影啦，嘿，运气也有影啦，嘿。所以我迄摆吼，有一摆红龙红毛来上咱的节目啊，进行安尼啦吼，我来讲话。你那摆算着有影，迄评审实在袂歹，有影吼，很不公平嘿。唔，你无对就不公平啦。对吼，这差不多30外，30外年，我话你啊。在这条歌，你起码唱的足侪歌拢是家己写的词，家己写。当然啦，当然啦。这个词是叶俊麟是先写。叶俊麟，我发现了讲吼，这款传统的歌吼，无人传唱。假怕胜，它是戏曲，大家都会想唱的以前的张学友。戏曲哦，戏曲吼，都是日本的三百，
牛三撇足英台，牛三撇去足英台因厝诶，是，吼，迄当阵介约，吼，介约去因兜访问诶时阵，啊，即个足英，叫做牛，足英台啊，内面家里的这个因厝诶有钱人，嘿，嗯，啊，叫迄个中破西去买菜，哦，就是唱了这一段。然后呢，我就请这个叶俊麟先生呀、啊，把它延续下来，啊，我再过个配曲配曲。哦，我觉得咱这个歌段里面哦，其实伊算咱的前辈者，以外呢，伊对咱后辈这个照顾，我是有名的。哎，不要不要，卖讲后辈，我前辈有哪好照顾？你像于天李亚平的无？因两个阿公婆会结婚啊，都是伊牵的啦。哦，不，讲我牵的是较无影啦吼，是要我啦，我有甲斗下手啦，斗下手，我有甲斗杀安尼啦。到啥？你想要倒去？不是，我到帮忙啊，你对啦。我到加油啦。啊，是啦，是啦。因为吼，因当初想到那，实在是因两个去美国先为侨胞，真的哦，十月份，是是哦，啊，先为侨胞吼，啊，你就知一天本来都第高天啊，啊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到灯头长的吼。啊，就安尼，哦，安尼笑结结哦，有咩出落去啊？唔是出尔，卡落特别滑稽，你知道不？哦，卡落去啊，咚咚咁样夹起就对啦。都夹滚，看伊就笑够，你知道不？哦，对对，搞怂啊咧。啊，伊个个性都安尼啊。嘿，哦，哎，因两个哦，哎，去美国，嗯，你知啊？啊，因老母迄回无对啊。啊啊，几个月拢在美国。亚萍姐妈妈无对就对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么好的机会。对。哎，这笑结结哦，对不？啊，邓来，哎。哦，邓海讲，哦哦，啊，卡电话讲，伊邓海啊，哦，啊，当时无地讲，哎，来，哎呀，吼，来去中央酒店，啊，吼，就讲要创啥，无啦，啊，都开房间，来，无啦，唔啊，开房间你找我要创，迄当阵二楼吼有夜总会，啊，中央跳舞嘞，夜总会啦，就听音乐啦，哎，嘛别样跳舞啊，哎，一天爽干嘞，伊两样跳舞，伊别样跳舞啊，最近无管啦，那不是你搞到去，伊别样跳舞嘞。一天没人跳，他一天没人跳啦。哎呦，他去做秀，结果那么有跳。啊，伊也是做一个班娘，那要，那要。真正没人跳对啦。正经没人跳，这你讲的。个起码嘛没人跳。有影嘿，正经嘿。一天就爽的啦，一天就爽，嘿，就爽。哎呀吼，伊就约亚萍，啊，我唔知啦。嗯。哎，阿姨讲的哦，一身裤差800块呢。哎呦。啊，中央酒店哦，一个200个。嘿。啊，佫招我去。一千两百八出五十，哎，等无停无停，等落上来，等落一个余志顺，你知道？哦，余志顺，余志顺做了，哎，排秀，排秀呀，一看了，一天六副桌，哦，啊，扑住了坐嘞，我看嘛，这基本一千，哎，啊，看天也无甲讲嘞，炸八趴，啊，要六一千是要六？啊，你出门你用啥钱啊？啊，结果我系总穷嘛，起码无够啊，一八百差两百，你穷无个两百，无啦，不是啦，我讲较歹听咧。啊，其实喏，伊拢无讲啊。啊，了后我就去撇过。哎呦，你变哪撇过？我撇，我出了，我总出啦。啊，你都无差钱咩出？无啦，我哪有可能无差钱？哎，我挂车呢，你哩。我哪有可能无差钱？你乱来哩。我都未记。我无可能无差钱。对对对对对。结果为迄摆开始，两个感情才算讲瓦解了，对啦。无啦，迄真歹讲啊，无一定哦，无一定，迄几个月哦，伫美国就输掉啊啦，真歹讲啦。对哇。啊！一天一下笑的人，哪有可能？一个月拢点点拢无得钱？对对对对，无可能嘛！对哇！哎，少年的个性，大家拢足戆的。奇怪哦，雨天爬起来，你也斗三工；一出车祸，你也斗三工的。啊，我就歹运啦！哎不，我哩讲，哎，个酒品歹啊！对，吼，啊酒啊，啉足些啊，啊个强棒啊，哎啊，耍到我知影伊歹耍，要倒位你着，伊要过去啉。哎呦！伊要去北投哩，追酒就对了。就追酒，啊，结果在台北市哦，车开倒边，嘿，啊，伊只车两公车，美国车买二手啊、三手的啊，搁开倒边，啊，无啦，搁开，无啦，搁老旁的哦，无，迄只无老旁，无老旁，美国的，哦，窗仔门无，内面无冷气啊，对，冷气害去啊，哦，啊，搁啉烧酒醉啊，啊，跩手挂外口吼，啊，是将啊啥，哦哦哦，乱晒啊。啊！你坐内底，走豆饼，我伫内底。哎呦！我的名还蛮叫贝，几落摆哦。哎，要求贵。内底迄摆哦，还佫有吴秀珠伫内底。对了。还佫江吉祥。啊！规个拢还蛮叫贝。啊！从晒晒，佮你弄个白人啊。无哦，第一个。请个车小龙。无第一个，我做我做啥？我做有做松江路。啊，松江路。过文珠公遐。哦，要几高速公路遐啦？对，迄当阵哦，遐拢。啊，未波油，多创个石头啊，食碎了啊，多创哦，都要创点啊加尔。嗯，嘿，啊，一公小小安尼伫开去哦，啊，好哩，迄摆好哩哦，第一大小龙，
啊，无啦，佫加一千公尺吼。哎呦，规定拢伫伊着剑潭山下落。哎呦，迄绝对拢去啦。是是，拢去。好你一手登去，好你刚才一手登去，一手无登，规个五个拢去，拢去，拢去。到阵去，阮即马真正有当拢爱甲你纪念嘛。无啦，我会催你啦。喂，啊，无你讲了啉酒哦，我感觉你个人嘛真爱啉酒嘛，吼。我爱啉。我听讲那一摆那你啉烧酒醉，你莫讲于大哥敢困呐？听讲美凤甲你困过啊？哎呦呦呦呦！喂，唔是啦，我都酒醉啊。啊，你美凤你也敢困了呀？啊，你若要讲安尼，叶萍我嘛困过。我今打电话问母啊，一个，不是啊，无啦，啊，我都吼，我都啉酒，饮刀啊，啉酒醉啊，啊，我困去啊，你去上饮刀，第二天饮刀啊，不啦，即摆是讲美凤咧，啊，亚萍姐先讲嘿，嘿啦，你安怎个困？你真，你位头个讲话袂嘿，我都去饮刀食，雨天饮刀食饭，嘿，饮刀食饭，嘿，啊，啉烧酒，饮刀人食饭，讲啉烧酒，我困就对啦，无啦，唔卖讲啊，遐歹听啊，袂输讲我诶人拢安尼，想过亚万字啊，是安怎困？安怎困？你讲，你讲，那安尼水准都无关。袂，我你讲，我到天在食饭，吼，啊，啉烧酒啉得伤紧，嘿，啊，啉者爱困，对，我着酒撇好啊，嗯，酒醉就是爱困啊，爱困啊，啊，结果昏去啊，哎呦，昏个死，哎哎，我加去伊房间困，伫因个厨房，因阿爸伫困个所在，啊，我来知哦，嘿，就我困去啊，困到半暝啊，目睭白金哦，喂，因某困在外边啊，哎呦，系安尼啦，啊，你卡敢无往下个，无你放心。你用心，怪人面。啊，一天都在二楼，诶，麻雀拍个，啊，伊闹麻雀吼，天塌下来都无所谓，恁大家拢在在地。对对，是不是？又麻雀落啊？对啊。对，伊某困到变鬼嘛，无要紧。啊不不，阿妈你嘛歹听咧，歹听咧。无啦无啦，唔是安尼，大家好朋好朋友啦。我以前讲朋友迄个交情有够阿遐啦。啊对，即使是困到底嘛，拢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对啊，对。啊，困几摆？一拜两，一拜两，对啊，哎，我今日困惯死你啦。哎，过你了啊，有人讲要邀请我，哎，唔是上过，你讲啊。无啦，无我哪讲，无啦，伊讲啥？伊讲，哎呦，用那个香泉多生出来讲，哎，迄个人奈小可先好做啊，何我安尼一拜写袂清。哎呦，哎呦，不，真有钱啊，真有钱啦，真有钱啦，啊，真有钱，你做咩看？啊，雨天好。哎，你无讲，我无感觉，你哪讲我哪想呢？不不不，卖安尼，卖安尼，硬要逆落啦！你干嘛你要求？你干嘛？即个钱的收入内部一种，你嘛是即嘛做给你收这种诶？讲遐咧，我未做人诶啦！诶，这拢台南的乡亲来呢，讲咱的人讲遐哩无站站。唔，你安心着。诶，余湘泉甲余大哥哦，两个一模一样。对对，迄个型咧，你呐？对对对，我嘛是男调啊，你啊。喂，好啦好啦，你讲我啊，你讲啊，美凤还没讲诶，你美凤。嘿，我你甲困一日啊，你啊？无啦，我你讲哦，美凤咧做啥呢？美凤啦，即摆就真正困哦。无啦，迄个无困，那个困，你讲个。哦，你安尼做怨叹，每摆无困着。无啦，美凤啦吼，啥物向我啦吼，啊，啥物有做，我做啥物？诶，周雅芳啦。哎呦，啊，啥物低音啦？哎呦，啊，都做煞啊！诶，妈呐，你骂了低个啊？你蛮白啦，下面哦，小小呀，你连剩乱呢，你两个娶四个查某呢？是啊，无啦，啊，就做煞唱煞，啊，就讲咧高雄台南啊，无二年哇，啊，就去啉烧酒啊，吼，恁恁没有，因咧要死我吼，一个哦，都诶，甲怪你啦，啊，我唔知影，你好胜嘛，大家拢唔买你灌酒啊，啊，都对啊，咩拢买你醉较济，啊，对咯，结果拢我醉啊。啊！你讲来哦，咱来佚佗哦，伊个冰牌啊，较细人哦，啊衫脱一领咧。哎呦，这刺激咧！哎呦，啊刺激！我咧那查甫唔好甲人生济啦。输一个脱一领咧，对。查甫拢总都无衫领好脱哩。对啊，对不？啊一领外衫，啊一领内衫，对不？啊这嘛两个拢总无衫的都拢很少很少啊咧。哎，拢调工的哦，哦，是高啦两边，手指啦，搁手环啦，搁脚链、手链，搁甲爸妈抱袂完。哎，结果咱都休无啥，哎，都休差不多啊！你，吼，我呢包袂你哦，他妈遛鸟啊你！哦，哎，我包袂你，吼，你包袂你啥意思？大鹏就对了，无哈，你也包袂你，看袂你啦，看袂你啦，哎啦，一个熊呢，规定真熊呢，哦，一个人撮用撮的吼，不是撮的，我安尼紧暗下要走吼，哦，啊只叫呢。哦，你我都要不要要着哦？对啊，无啦，恁来考啦，恁来考吼。哎，等恁来考吼，就算你阿娘吼。哎，你搞袂起，你也穿个细领要怎个？无啊，我哎乖等苗条啊。哦，对，我比你较瘦啊。以前你那那好呆好呆个龟皮，我这边咯。乖，这哦，这下跟边讲。乖等哦，体格我赞呢。安尼很苗条呢，苗条。迄内裤啊，一领穿呢，啊，给你揪着裤。哦，啊我啊，给你揪着裤，揪落呀。啊，我要硬要走，安尼揪，一领内裤揪到屁只大个。
结果到尾袂清的啊。规矩当掉，无啦，你是要排救大先哦？救大我都灵噶咯，无啦，救大拢灵去啊，救大我未熟，安尼救未得啊。叫你妈，你莫来跟我说，卖咩仿冒，你就要咩仿冒。我安尼硬起哦，我到马金安硬起，坐落紧走，紧走等我房间。啊，以前啊，你都唔捌看到别人输啊呢？弄来我输，我卡钱嘛，安稳输。哎呦！正经讲，咱卡一个嘛，安稳输。跟住老板啦，跟住杜先生无安那好掉啦。有来隔壁遐大点啊？哎，两三姐妹，哇！哎，来，哦，哎，三位好，三位好。这个，大哥好，板哥好，大家好。嗯，这三位就是目前在国内呢，算是这个在摇头这个社会里头啊，最受欢迎的三位这个。这个主唱团体，谢谢、啊，不要小看他们这样子，是啊，这个、各大舞厅里面，只要什么摇头 pub 里面，都是他们的音乐，哦，拢放伊的歌就对了，哎呀，哦，主要伊那笑脸开的一种感觉，他们的歌可以让人家呢，这个在很嗨的当中呢，很解掉，哦，而且我们今天请到那个一直都有舞群来跟我们搭配嘛，嗯，扎吉说亲爱的歌星，跟他去做圣光跟舞群最有搭配的一组，哦，是没有错，我从来拢是迄个跟他因那个徛在只酒啊舞群跳伊呢，那这一次看得到他们跟 dancer。也是恭喜互相的这个组合非常的棒，对，但他们的互动非常的这个恰当。尤其我们什么时候看到我们的舞台上面，我讨金无能量这样。霓虹灯，对啊，为什么每次打那三姐妹一来都有霓虹灯？对啊，因为你们的出现呢，我们就要把这舞台布置稍微 local 一点。哎，有点为什么？是的，不 local 啊。这代表点珠回家的感觉。哦，原来啊。对啊，一定要有这种相似你公定啊那个。闪亮三姐妹的他们的这个特色是这样。你看到他们个头越小的呢，年龄越大。对，嗯，好，大姐是她，好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她是小妹，就是她是大姐，所以还再度再介绍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是大姐小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姐小珍。Hello， 在场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三妹小云，中下集嘞，这是三姐妹。那你盖小英老姐，因他们家的家族的话，底下是有盖小姐哦。这个他们本来闪亮三姐妹，他们从小啊是跟着爸爸妈妈四处的这个表演奔波。因为他爸爸是专门接秀的嘛。哦，接秀。那妈妈呢是在跳钢管的。没有，那个没有。妈妈是在弹钢管。没有。妈妈早期听来讲，嘛是歌星呐，嘛是歌星，嘛是唱歌，但是爸爸那个接秀。对啊，对。后来就发觉讲，哎。接秀，因为爸爸常常接秀嘛，他叫歌星叫无的时阵，刚刚啊，真，那也弄够叫，对啊，规矩啊，训练自己的女儿成为歌手。结果三个女儿一出道之后呢，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差。哎，那妈妈不能几礼拜当能再一场啊？妈妈不会，我几年再无两场啊？嘞，哦，规矩啊，而且赛音去一场就好。哦，所以爸爸变恭喜恭，你个接秀了丢了，妈妈来收账。对对对，妈妈收账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三姐妹里面的这大姐会做头发是吧？做美发，做美发。二姐呢会修指甲，哇，没有啦，我是负责这个舞蹈的部分，顺便修指甲。那三妹就是泰国浴喽。哦，对。我也设计这些服装方面，服装方面对哦，所以上来分配工作嘛，然后头发造型什么都很重要。他们家男生就更厉害的，他有个弟弟，大儿子，大弟弟，他是当 DJ， 当 DJ， 对，小弟弟做公关，怎么是个更惨重的职业呢？没有，小弟弟偶尔冒充做 manpower， 对，客串，对，因为客串啊，最近还要恭喜他们呢。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儿子，没错。现在听说专门负责吸奶，不是他们要培养长大嘛？自己的那个小弟弟将来跟那马吉弟弟一样，他们现在那个马吉弟弟呀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这个现在听到音乐都会手舞足蹈。田爱公公，您弟弟没有多久就已经上电视亮相了，而且是 live 的哦。哦，对呀，很厉害耶 ，baby 耶。所以他们是家族企业。对啊，对，所以跟我当下学跟我看他做点珠回家的时候，也没想到他们会红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呀，就唱片公司一张唱片就把他们弄红了，你看看。而且他们红起来，最重要的是让一些那种早期在跳钢管秀的，在这种野台子表演唱歌的，他们会觉得有希望，有明天。对对，其实他们最多拎了几年半，几年他表演过几啊百场嘛，吼。
有，一年下来 有一天就好，十几场有。十几场、哦。对啊，早期这个景气比较好的时候，一天十几场都不成问题。那我还得几人结婚啊？因为就是从早上八点开始做像土地公生啊、嗯，对，然后中午呢就直接做我们的结婚，啊、结婚，下午呢做工地秀，工地秀，还有人家就是一些开市的，对、哦，那晚上就直接做人家结婚啊，在做 pub 啦，一种没有，然后呢进 pub 接触的啦，谁的啦，哦，离婚的啊，什么都有。离婚的你嘛唱啊？有啊，唱啊！听讲因外恐怖，迄个人听讲吼，因捌唱过三场哦，拢共人，共迄个人结婚，对，结三摆哦，迄结三摆拢请伊三。金龙这种，其实这还不算什么，他结三次婚，其实他离婚也有请客。对啊，那才厉害。对，结三次、离三次都有请客。所以你是变哪样比？你嘛才离婚一摆啊？我唔看唔敢跟人比。我听讲什么熬婚的，当个贵姓的用的不？哎，伊嘛去啊！哦，你有丧事有啦，还要摸他的那个棺材。哎呦，对啊，看他看好热闹，前面那几个那帮棺材。而且他还就是唱快的歌哦，他不要唱慢的。听讲新的北派在又搞个拍婆啊！啊，我背开拍婆啊，被惊死啦！哎，你嘛做过 Q 骨的？剪骨啦，我们有等待剪骨啦，但是没有做过剪骨。银龙在等你啦。我去送给阿伯，我说那这里哦，那蒋总统我那电台讲说新总统讲过不？嘿，如果重新上面国葬了，可能也请您看吧，有没有？应该不会了。不过我有做过最特别的场景，就是那个人家可能过世的时候要端那个水果啊，哦，献花献果，献花献果，后来要穿旗袍。哎。幸亏，后来你就端给人家，后来端给这个碗，没有，就端给，就端给别人以为的人。对啊，后来就行李啊，对，穿着旗袍。哦，你不是讲去唱歌了，对啦？不是，哦，去做服务啦。公鸡秀，我嘛捌参加过，就是讲迄唔捌的人，唔捌人打电话来讲，哎，好样啊，迄个阮老爸哦，较早生前哦。很喜欢你，哎，哎，怎么人贵姓啊？你是不是那个连香姐啊？啊，我哩包一个背包，那红包给你安尼啦。哦，我安尼刚好安尼讲，包一个背包。对，一个都唔对哦。但是恁安尼办丧事啊，我提红包过来，我叫你来给我老爸欢喜一下就好。啊，你去是要做什么？我叫我做女同仁代表啊，包一个样，女同代表去啊。献花，献果。我唱啦，啊！你要唱咯，我就但唔使闹别。爱唱歌不？唔免唱啦，免唱，啊！就再唱咯。毕竟家属爱说做者，屋上啊，就恁人讲叫我来，我嘛唔知系啥物人，正经唔知啥物人。啊！你都包一红包给你，几万块你来，系啦。我嘛未歹啦。但是咧，表情袂当偷笑，一定要真严肃。很严肃，对。但是想要笑出来都样。所以世间就是安尼嘛，有来有去嘛，吼。有来有去，你知道吗？又在谈我走了，又来有去。我以后不一定你们还能当三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这个咱这个社会生活起码比较早吼进步真多啦。对啊，对，现在越来越开放。较早你去那个点住回家的时候，那种是一个卡拉 OK 啊，那年对吧？对，而且做过最早是那种可以拖着一边走，还自己拿着麦克风的。对，就黑色的卡拉 OK 带啊，插进去有线的麦克风，对啊。噔呀噔呀噔呀噔。哦，对，那个年代的。看大家做的工地秀哦，弄个房啊，有无？那无没有铺垫那个地板，对，就是铺板，弄一房一房，有那青蛙一半只，下边用囡仔他妈夹夹，扫水机嘛他妈咚咚咚咚啊！有哎，真的有，可能跳那个石碑秀那个小孩子最那个吧，因为他可以往上看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们已经算很幸运的，闪亮三姐妹过毕业过出秀品，也是受大家肯定。你看，跟因工地的吼，这种专门在跳这种钢管秀，还是我们在唱歌跳舞的工地秀晚会这种，其实很多很多沦落到最后，真的去跳一些 special。special 是什么意思 ？special 就是讲，咱普通时啊是讲讲，咱台顶可能唱三条歌，啊，叫这闪亮三姐妹出来唱三条歌，唱了一定使走啊。那 special 是唱一条歌，穿烫一领，唱你第二条歌，烫第二领，啊，你可以直接唱第四条就好啊。啊！你啊，唱完第三条，有可能哦，还要轮流到，爱在观众哦，跟观众斗阵互动。所以说跳舞的时候还在身上跳。哦，欸、秀舞对啦，对啊，观众同乐。哦，我真厉害的，我一个相当爱讲够名词的，上面什么啪啦啪啦。所以讲以前哦，你看啊，好运的哦，就行来这个舞台。所以我们访问过很多钢管秀，那刚刚已经可怜了，真的，啊，有的真的很辛苦，还要被人家敲啊、捏啊什么都有。你们有没有碰过那种客人很讨价还价？
我们咸猪手一种干部，我们比较少机会，因为我们只要三个一出去，旁边周遭都会有人保护，而且我们保护措施做得非常好。听说你们胸罩都用那个什么，电压的吗？没有，200万伏特一样。没啦，就是我们安全措施会做好，因为现在很多反偷拍的啊。因爸拢嘛徛遐吼，对对对，保镖呀呢。对，后来我们身上都会带一个 BB 哨子，哨子啊，身上都有 BB 嘛？当然有。那你那带干嘛呢？纸币非比币呀！哦，不是偶像，你今下动作真是不打。偶像就没有 BB 吗？你讲什么话，对不对？不过那奶奶作为按摩员，刚刚想呼声你讲讲，因这种就是传统，啊，过去模式。对，有唱歌的时阵，唱了的时阵，弄一套了，讲西裤连啊，西裤连那一种。所以新牛诶，新牛什么水水担当，扣对破一空安尼。不然咩？盖好安呐，盖好安啦。对啦。哦，新农新体用，安什么高小弟哦。嗯，太不押韵了。所以专门一套，还有就是做晚会一定必唱的一些热门的歌曲。亮三姐妹他们的表演呢，果然是很传统的那种花车表演啊。对哦，这种的老卡，无论是咧板多，像咧乒乓球破声的。我今节我今节成就丢面啊！哎，你都在在讲敬酒啊，先啦，干嘛过来呢？哦，就是握手。对，北部跟南部就有差。哦，北部可能就是下去阿丘，可是南部就要拿一杯小酒，后来跟每一桌人都要敬酒。对，而且他们三个其实你从造型里面看起来很像，还是有不像的地方。哪里不像？哎，比如你头门看的，刚才这。这是金头毛的呢，金毛的。哎，俺们两个妹妹头毛，你看，一个是刘海，一个是无刘海。有。咱来为下骹个看落去。下骹。不是啦。吓死。慢慢啊，看落下骹落来看。啊，为胸看个八度，即个个已经在系滚起拢赶快。嗯嗯。但是个鞋啊，如果拢无同啊。鞋子的造型虽然是白色，可是还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哦。对对，接着就看低一点嘛。妹妹的，她关起的嘛。结果就还有拉黑边这样子。而且这双鞋子哦，是我特别自己设计的。啊丢！哇，果然是什么人设计什么鞋。什么？很朋克风啊。所以看起来有小可同款，都有一点啊无同。上恐怖是，伊的安全裤穿的嘛拢无同。来，哪有这么仔细呀？这个姐姐啊，姐姐她是一个蛮可爱，就到现在没有交过男朋友。哎，三位都没有哎。没有。我很怀疑，因为呢，我以这个专家的那种身份呢，我稍微要审核一下。好，贺医生，哎，来过来。你要先解释，你要怎么审核？哎，一个女孩子呢，如果说她到现在完全还是完璧之身的话呢，这个鼻子啊，绝对不会开叉。你讲皮头才被逼切啊，你有对？你话逼切时阵，就已经知影讲，伊已经唔是迄个原装进口的物件了。我马上，你免起无紧，咱早落逼切啊。所以讲，我这个时候起就怎样？好。哎呦，怎么样？过年个只不过一碗圆圆呢。好，来二姐，二姐。好。你主席有啊不？无。好。那鼻头粉是要不要挤一挤？没。好。哎。这个你刚才听卡达像拔豆腐。不是，再摸一次不行。哎，听卡达像拔豆，要看下个豆有吗？这个等一下，这个我。啊。哎呦。已经摸到牙床了，好夸张哦！怎么样啊？他们三个老二比较有，我有开了吗？比较有质疑了，就是说，你跟他你要亏不亏那么亏烟太阳呢？哦，啊，真的吗？对呀，怎么大姐是故意玩呐？哦，来宾跟起来拖到底啊呢？啊，小妹是蒙起来吼，跟骨骨也无物件呢啦。那是没有了。他们俩没有，你要应该有吧？我还有吗？你是有够假派囡仔大神？怎么摸啊？你还在一个欧巴桑，他多少你一个伊都要起噶你？啊，但欧巴桑边起也准没啦？准啦，这就准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妈妈准吗？妈妈就准嘞。不准，不准。妈妈这边准吗？这卡扎人哥扎人讲讲哦，查某囡仔嘛是讲哦，已经唔是官方的哦，伊个拢会开车安尼啦。男生呢？以前官方个，你看。哦，我问看。好，不要开。哦，别个够有一点么声音，无啦，我你啦，凡哥的，哎呦，叫我很夹不？好呀，我夹吧，啊有啦，慢好起来，有啦，我真的没有，走，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。这个有不丢脸啊？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可是我没有啊，才丢脸。那因为爸爸有规定啊，他们18岁以前都不能交男朋友。那你们现在几岁人呢？现在好像二姐可以了嘛？
我大姐二姐都可以了。哦，都可以的。嗯，这样子啊。可到现在还是没有交到男朋友。还不是没有。为什么？是爸爸太严格了，还是怎么样呢？还是对象找不到？其实我觉得时间上面有差，就是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去，就是。一下了工作，后来都回到家里，就没有可以跟大家有这个相处的机会。哦，是差在时间上面。老婆老母对了太晚呐。丢了丢了。对不？两个人跟他三个人这种关魂的。这种的，刚才贺大哥讲，我们有时候做查某囡仔要稍微的主动。主动出击也很重要。对啊对啊，你看到查甫你嘛好，你就性格用得好啊，对不对？免客气啊。现在主动，真的主动啊！应该安怎讲？用骂完你，我逼车一下。好气哦！是我们家人比较被动。对啊，比较被动。我们喜欢被动。哦，你们喜欢被动。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完全像狗一只主动的。不过他们三个的是个传统的这种客家女孩。客家妹。客家妹啊！对对对对。客家妹都暗讲的呀。安江啊，安江！哎，贺大哥会讲客家话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哎，非常爱引导。你们可以不用客家话来形容我们两个字，我们的帅气在哪？好吧，先从贺大哥开始。贺大哥就是引导啊，哎，师傅太太，师傅是卡身就大呢。太太，师傅太太，穿太平，哎，穿的是大饼呢。那他大饼呢？贺大哥怎么听得懂？贺大哥能讲些，因为你无虾米通过欧罗尔所在。三两三十三十妹，三两三姊妹，三两三姊妹，邀请到这个闪亮三姐妹，她其实她们除了年轻，除了她们是个组合，除了漂亮以外，熊猪咬是因为舞蹈太赞了哦，所以这个舞蹈很重要。那今天看的都是团体的表演，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分开，把他们打散掉。每一个人来秀一段舞蹈，哇，这才是恐怖，真的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接受挑战咯。好，而且讲真的，舞蹈啊，简单以前我做兵啊，起码嘛是拢跳舞较济。凡哥是舞蹈队呀，你们看啊，你较早诶，哇，十八罗汉诶。对，现在的 king 就对了。对啊，你就是皇那个啊。王了哈 ，king 是 king 的姓王诶。我们是 queen 啊 ，queen 哈。呀呀，他是 king size。king size。好，你来吹就可以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要怎么样表演？那有。有主持人先来吗？没有啦，你们我们先来啊。对啊，二姐先好了，二姐先秀。好，那我先秀，一个一个秀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音乐放下来就秀来。你今晚上啊，昨天救助把人戏也这样。三个妹妹跳完，大哥出面了啦。他们三个跳这么好，我怎么跳这种舞？这种是少年的舞蹈啊。你也不难，苏云啊。哥，你是 king 呢。那以前咧跳一种，我咧跳一种，迄个物件是霹雳舞，佮无共啊。真的吗？你们家跳的这个是摇头舞，我那跳的是霹雳舞啊。哦。对啊。那还好，我们以前跳方块舞嘞。更老。不是啊，后来我们就研究，也有那种披风，有没有？哦，西班牙舞。Spanish， 哇，一种耶，对吧？你看今天我冇准备呀，对吧？真的，哇，还有道具耶，太厉害！哇塞，好好笑。我第一次看到
我想忝啊，阿婆做位困一下好。光可以蹦就，我这个要耍一下了。好帅哦！哎呦，哦，这帮人换班了哟！大哥，于大哥，好。大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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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于大哥。我把上工看你啊，手啊这么甜，紧拎姐，紧拎姐，好。不要，嘿啊，好，特别为你安排啊，你好。三姐，三姐，是啊，是啊，你叫我把上，我来叫姐啊。姐啊，你啊，好，是是是，听下他姐有啉过嘿。莫怪遐癫哟，是是是，姐啊，有病关啦。哇，于大哥真的难得来上我们的节目哎，我们干嘛请异国呢？对啊对啊，哇，于大哥也是讲我这个囡仔时代吼，我都爱看于大听于大哥的歌。以前每一摆歌唱比赛，拢是用于大哥的歌来做外任。于大瓜，于大哥，好酷啦！于大哥的歌啦，看来你也足紧张的啊你。是是是。有啥物纠正你哦？不是啊，我是有听讲讲你最近有较大汗啊呢。无啦，伊是看袂到的啦。安尼哦，看袂到嘿。哦，哦，你是讲？哦，不是人大汗。不是啦，不是哦。嘿，我是迄个所在腰疼啊呢。是讲，于大哥因伊这个身体败了吼，都是迄方面较罕咧使用嘛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讲哦，亚萍姐讲希望你会当家己斗帮忙一下。你是咧靠你啊？我结婚遐久啊，对不对？啥物好呢？结果叫凡儿去使用，就袂晓讲，你想讲话，你害于大哥生气。对啊，亚萍姐刚刚于大哥无搞，伊亚萍姐找我就好啊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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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你无听讲朋友妻不可欺，一两三次没关系啊。对啊，你若什么一两三次，什么一两三次没关系啊。这个鬼东北人懂，前面一两下没关系，一下就好了，干嘛要拍两下？你哪一下爱恭维强了？一下就出代志啊！一下就出代志，于大哥你卖生气啦！不过我咧刚刚讲，今日于大哥是安怎为开播个起嘛？今仔日才来的。恁得家己录影的时间咧，巧袂拄好，你咧呢？无啦，阮这小小节目，啊，你录个拢甲阮滴录个拢拄着，还是阮是？嘛，无一定拄着啊。卖无，你大概。阮这小节目可能阮咱咧念，伊就是伊的薪水也较少啦，可能请袂起于大哥啦。听讲你最近落价哦。我好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辣的哦，凊彩你来问，你来问制作人看嘛，有辣的。你人工的，别人工，都老白来嘿。那不管你红包呀。拍戏拍戏，应该怎样讲？是讲重金礼聘，重金礼聘啊，小小啊来做。哎呀，你若讲什么叫小小啊？哎呀，小小啊来做。动作雅齐啊！你我是我的不是啊！你来这绝对于大哥个性，那可能为了金钱来这上节目。卖卖讲钱啊！你甲咱小天对啦，我讲对啊，将来我定袂讲为着钱去计较啥物。对啊，大汉哪可能为着钱对不对？大家若无讲，唔是讲交情对不对？哪有可能对不对？对啦，对啦，唔是讲啊，你有交情呢。嗯，素啊，亚萍姐顶，你来嘛是阮照顾的。哦，第二招来啊。对啊，来伊顿又甲我讲啊。对啊，吼，我讲你话多少年前啊，造水我拢甲摸起来。还是要造出来，唔得紧，甲叫好。我无啊，所以就是安尼啦，袂晓做人，伊拢我咧捡，拢我咧捡的啊，对吧？你捡会干的哦，捡你捡会创啥？捡等下让你囡仔算哟，啊？我迄种我即马无意念，我咧算的，袂晓白捡。我知影啦，但是因为吼，亚萍姐在表演，迄雷蒙娜是摔落来吼，好，伊来输势够水。啊，拄啊都无看到嘛，袂使啊！对，早我得讲开啊，改，我叫伊卖唱这地啊，大概来要唱这地。我那个好过好啊，好过好啊！是啊，唱个安尼吼，对不对啊？这个等于我就怪乱啊，吼，这扣吧，对不对？哎，于大哥，你在这无闹？你偏啊乱！你哪有时间啊乱？你有时间你叫我去啊乱聊啊？所以你这讲话，林波那唔叫来我乱看嘛？哦，你种功夫我看也屌屌我。不过于大哥真正，今日是看咱的面水来个上节目了。啊，普通时间，时间大家拢拄着啊，你。对啊，恁就因为通过几下间，啊，就拄啊好，恁拢阮录音的时间啊，恁录音的时间，你听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哇，不过今日难得真正。不是我咧讲，我主要我唔敢来是啥啦。安怎？我足惊这腰需要搁借钱的。可以。没啦，我真没啦，没啦。没，你可用传真咧，我好难过，你可用简讯去啊。
简讯是到时看，啊，你看我的简讯，哎呦，我看我就不要看简讯，才是干那个。不要我叫阮查某囝看我，哎呦，侥幸家仔无看，家仔无看，好，要搁借钱啊，你好。家中宝，是啊，于大哥，朱总哦，伊无咧你的边的时阵，这道代志拢换我呢。啊，对啊，恭喜恭喜，是。听期待就是哎呀，爱收听啦，互相啦，对啦，啊，你做会搞你，对啦，所以今日从你薪水伊领走去啊。无啦，我不知道，我老公在讲你，我冇见啦，我冇计较这个，我较有计较。你来讲真实的，每位于大哥，佮看到贺一阳，佮美术看到因干儿子咁款。我咧，我讲，我咧，较早啦，佮伊录影的时阵哦。我那安尼皮包啊，那安尼有炸馒头过啊。对，啊，就抽了样的。哎呦，啊，抽到尾啊，阮亚平就讲。啊，好啦，阿伯龙爷吼，你个炸几百块去就好啦哈。我皮包拢唔敢炸钱，真真无人，真无人，出门无炸钱，歹看你。啊对啊，但是哦，有当时我塞起我也摕出来，嘛是记乎你是福气啊。不是你皮包，我唔是来假的。啊对啦，我阿伯吼，假古古拢唔捌领过呢。啊，你就变孽啊你，你用你开钱啊你啊，系啊，你唔系你开啊啦。无你嘛用一个卡号啊，我唔当时来丢一个，对不对？而且现金，你赔你的钱，你开的时阵又叫对方叫人听你的名啦。有啦，叫阿管阿管。有啦，今日哦，真正送，这大个来吃吼。你的白痴了，真正送，是吗？你用白个真正送。哎呦呦，对啊，你知道你想到大片啊？你想你吃大吃物件多，我咧看伊后代唔捌吃过啥物件。哦，我感觉可能叫于大哥巴大块。无影，我唔捌定那个巴哩。咁咧，唔是，但是我你看我最近咧面来一条，我见下你，给我引导的，你个嘛？你嘛是做这个正经，你这样咁样咁款。我听讲我咧音乐界，于大哥巴贵哦，做滴红的啦。哇！这人主持拢怕被我扒，你也想看吗？啊，有啊！无啦，迄是较早啦，讲为着做效果，你听。对啦，我唔是讲跳工，我白要共扒的，对啦，为着效果啦。可能的啊。不过咱讲正实咧，你为着效果共扒的时，你拢未了解了，你扒的人迄个艰苦所在。不是，你别人爱讲，你别人爱讲，我对，你别应对讲话咧。为着效果，啊，你红扒咧，无你别应过哦。有啊，我正常嘛应过啊。是。因为我红扒个已经惯习啊，观众歹看。你讲的什么？讲反过啊，观众要求讲无我徛咧红扒看咪。你哪有这种代志？我嘛是做。剧情唔再使甲你扒，对对啊！我讲为着台顶的效果，所有要按照做，大家配合了会爽快，按照做拢无要紧。哎呀，这是咩啊？我今日安尼啦，做节目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咱为囡仔时阵哦，拢唱于大哥的歌大汉的，对对。会使讲你的歌，阮逐条拢会晓。会晓会晓，对啊。所以咱今日给观众，因为这是点唱嘛，咱有观众比来点唱。安尼哦。点一下啊，但是吼，你来听讲看阮唱好阿歹。好。安尼好不？好啊好啊。这位有人是不是？哦，来，这位先生来，什么歌？榕树下，哦，榕树下，哎呦，真系好点名咧，真系唱到点咩？那边呢？啊，这条歌我来唱，安尼哦，这条我来歌嘛，嘿，靠，有啊，我嘞，本来两个到恁唱啊，哦对啦，对啊，啊，但伊嘞，我咧讲，嘿，我来唱我点咩暖气啊，嘿，我徛点边啊听，嘿，啊，今仔伊点的吼，嘿，叫伊徛，我来徛唱，我来不是啦，于大哥，啊，就是伊徛起来唱，好，阮两个先唱者，啊，你，阮两个咧唱的时阵吼，偶遇偶你的主持的时阵。啊！你也在做合音没？哦，会来，会来。无啦，根本歹势，安尼歹势啦。没啦，我讲，那为了节目要好，按照大家人啊配合要好势，拢无要紧。安尼哦，系啊。你做合音真委屈呢。不会啦。但是我的要求是真高咯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我讲，你唔看我无？无啦，唔是我，你唔可惜啦，你看这个来啊。讲啊，讲是讲，我要求真高啦。要求无要紧啊，就是我啦，你讲，家己的歌讲合音合袂好势，你讲开无？对啦。啊，我哋在唱这条歌未？哎呀，你唱啦。啊，你做合音吼？我头正早的合音。对，你要好啊，合咧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无问题啦。无问题吼。来，嗯，啊，伊大哥合音者，好下过嚟。我在巴黎，我就是义务兵啊！你不是巴黎人，我来，我到巴黎，我就爽。你不要，哇！对，不是什么，不是一只只古第二句。对，你听我解释一下，对。第二句变哈啊，安尼尔，你是第三句还不对，唔对呀？哦，爱过调整，头前啦，头前啦，系啦。啊对，一开始都有啊啦，一开始都有。太神了，于大哥！你呀，后站小块也有。好嘞，过来哈，就爽，好一句嘞。不干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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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我你解释一下，我甲你解释一下，伊说甲你包一点仔道理啦。伊意思讲，你咧笑啊啊啊，迄无感情。算讲爱较有感情。对啦，较笑面的嘛。不是啊，我连即地拢我咧主持，我连不合格啊。无啦，你安尼敢若袂输讲，阮两个阮咧做主持，啊你做合约你敢种无欢喜，你的面色无，你咪较欢喜，啊较快乐一点嘛。笑面的，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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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你是赵三，赵三韩北红八，哦，这摆是倒个过唔对，唔是吧？伊那个，你学学伊咯，啊，伤垃圾啦，哦，伤垃圾，嘿啦，哦，伤伤水变起啦，对啦对啦，嘿啦嘿啦，来，再一届来，啊，再一届。好款，是要过来跟你讲，你这个合了袂歹呢。我刚唔知教轮呢，嘿，哦，你个教轮过啊。我来就跳，我的一三五力的二四六。无，李大哥，我还是叫伊个店面伊个来唱好了。你开喊，你开做啥哩？你唱，你唱。来，诶，咱文山的，咱咧行啥物？对啊。啊，你家己店面咧行啥？对啊。啊，贵姓啊？姓陈，东城。啊？啊？尔东城啊，胆险型啊！你好，来来来，李大哥，你看你豆饼烤吧，夹饼烤吧。我讲哦，你要喝哈伯，小块惊你，你哈袂好水，我来巴路油。我讲哦，你过去啊，过去当中你参加歌唱比赛，拢是替于大哥跟我咧做比赛，啊，真有意思啊！所以讲，咱对于大哥讲嘛真熟啦。啊，有意思。哎，我头刚刚咧咧唱个榕树下，完全无唱的，讲真正模仿于大哥的这种心情。我嘛无咧咁讲安尼啊。好，我们模仿不了。你若好好啊唱，应该你伤夸张去，大家就感觉无成啊。哦，咁安尼哦。咱一人跟一条歌吼，啊，好，大听好唔好啊？好。哦，你这首歌。我也要唱，我还记我早期啊咧歌手比赛，就有一条歌《让回忆随风飘》。哦，好，迄足够赞。迄条歌我三十，我以前咧听你唱迄条歌安尼好，迄人会感觉讲哇，这我都甲于大哥到恁帮你，我们在玩欢喜。哎呦，真正，迄个恁爸讲的，这有影咧。我记得讲一百跟爸咧讲，我先让爸甲阮爸爸讲讲，我如果有一天可以跟于大哥一起哦，咧变瘦来咧帮你，我就欢喜。既然这个梦想成真啊，更唔那干那帮你，嘿，佮苦的钢筋变瘦帮晒。有影咧，所以讲这个你听阿伯讲，那是我妈妈嫁我老爸时喏，佮是挂一块证明，我把爱心收回来做嫁妆。你靠咩啊？你唔好话你歧视我，你阿咪出道当然。所以讲艺术了解过，对于大哥歌真介意。但是恁唱哦，有恁家己的味啦。所以讲要模仿于大哥无简单。那于大哥单点想让遮尼大包，天生的啦，天生的啦。我来我看爱练呢。不，唔是话讲，其实哦，大包袂大包哦，因甲运动有关系啊。较早咱的运动队。对对对。新竹三铁呀。系啊系啊。铁钉、铁锤、铁饼。你来靠咩啊？你是在比赛啥？铁钉、铁锤，你要比赛啥？那个三铁。三铁就是铁饼、标枪、铅球。哦，对对对。嗯。啊，三项拢我都得了冠，有得了冠军了对。专门而且铁饼就是新得冠。哦。保持记录诶，是嘛？可能炸着更破去啊！所以讲嘛是爱运动的，对不对？爱运动。所以以前听人讲，于大哥的丹田是安怎遮大粒？到底是偌大粒？伊讲偌大粒，你于大哥要用的时阵哦，还佫摕衣裳去断呢。好啦，丹田其实唔是啊，丹田是咧都一样。一只好多第五无，咱放了较快三十只安尼啦。三十几大只。无啦，换啦。哦，安尼。我你比别人大粒了对吗？我看你有无？你单点那还会看？你自家丢嘞，自己讲。我那个小狗有感觉。太高了，所以单点是你讲爱赢咱就对了。爱赢咱啦。哦，啊，你敢有做伊的发音练习不？你讲看我们那边还出台拢一，不啦，还是低过量啦，低过量，一，低过甲两气拢安尼。拢爱安尼。啊，于大哥出场个麦需要。忘了。安尼伊个声就开啊，啊有影咧，系啊，啊对，哦你把手指扑那个龟了，龟变成重量的蛋，你卖咸啊？你敢吃我大片？哦你别人会使控你这种病，把讲我把手指，有够无良心的。欢迎欢迎，你好你好，马先生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哎呦哇，第一次跟你见面，你好你好，哇好开心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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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对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们怎么会这样？哎呦
有你呀、啊！你没有看到吗？没有注意到哎、欸啊！你刚才一直在旁边吗？你刚刚有啊？有在唱歌吗？有啊！只有看到玛格丽特还有舞裙而已，没有看到你。哪有？你有在唱？有啦！你有比单记得那吗？有有有，我有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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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怎么从那个荧光幕都没看到你？这个，哎呦，没关系。从刚才的表演，我们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：什么叫做一颗老鼠屎弄坏了一锅粥？我听不懂，但是我会听的。他讲贺大哥讲的是成语、啊，你唱歌都会放炮啊！你叫单机的那，他你打飞，有打混嘛？单机的呢？你今天来的样子好像是唱不好叫切腹一样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所以你穿的叫切腹了是吧？哎呦，两条牛仔裤啊！是啊，你穿一条都已经，干嘛穿两条呢？你穿内裤也很安全啊，你干什么这样子？造型啊，对呀、啊，老人家不知道啦。对、啊，哎呀，每次欺负我，今天换我欺负你们。说我们两个老人家没有这么新潮的感觉。他讲你，没讲我，我跟他同一届的，不能讲我。啊，来，我们先聊聊那个玛格丽特。玛格丽特到台湾有多久了？快三年。快三年了，您、的国语讲得很好哎。谢谢。真的哈、哦。真的。三年来都是飞哥在照顾你，是不是？对。飞哥这个人不错了，那真的吗？你要小心这个人，嗯，你凭什么说人家有皮肤病？不是我来讲的。可是玛格丽特真的不错哦，短短的三年当中，当然不是说飞哥照顾而已，他个人的条件也很长进，非常的好，飞哥很喜欢他，也很喜欢你嘛。比较喜欢他，看得出来，没有喜欢的那个感觉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把你当作小朋友爱他。对，照顾爱人，他是飞哥的爱妃，你是飞哥的宠物，懂不懂？我不是宠物啊，不一样啊。可是其实飞哥也很照顾艾莎，你们不要这样讲。现在飞哥看到他已经欲罢不能了，真的吗？已经是爱死的那种，真的吗？上次在那个什么那个记者会当中，还跟他两个嘛嘛嘛，那还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看到报纸。你想不想跟飞哥嘛嘛嘛？我不想，你不想，我也不想。听说飞哥还买一栋房子送他呢。哎呦，真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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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？在三峡。我也想知道。飞哥有一个广告嘛？就是巴黎。巴黎，对，他是代表三峡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地方是那个房地产是请那个飞哥来做广告，对，所以飞哥准备在那个地方买一栋别墅送给你。哎呦，对，好羡慕你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刚刚知道，所以你说真的吗？我也说真的吗？你会相信到这些吗？我不相信。那你为什么要问？我是问看有没有啊？万一啊，万一的话。万一啊 ，OK 啊。如果说飞哥要送你房子，你会接受吗？哎，我想想。没有条件的。应该不会吧？哦，无功不受禄，有志气。我们干嘛拿他的房子呢？对不对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怎么可以白白的拿人家一栋房子？对不对？对。艾莎的话，一定要付出才能够。艾莎的话就是无所谓的嘛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无所谓？飞哥送你房子，他应该是不会送给宠物吧？宠物不一样。万一他喜欢这宠物，送你一个房子，你会接受吗？宠物不需要房子。哦，对，宠物是要窝，就是要狗窝那种，并不需要房子。对，太大了。对呀、啊，太大了哈。不会啦，其实这个可能都是谣言呐、因为大家都看到飞哥这么喜欢玛格丽特，尤其上节目的时候都有特别的照顾哦。所以上次那个为什么我要吻你是为什么？那是礼貌上嘛。不是不是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是为了什么而跟你亲？为了得奖嘛。是不是得奖？很开心。那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哦。就得到那个金钟奖的时候，对啊，两个有接吻哈，有吻了一下下了哈。我忘记，我们是亲了九次，我都白都忘记了。怎么会忘记？亲了九次都白忘记了。对，都忘记了。哦，真的。你有这种毛病吗？你有亲跟他亲过九次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次。No， 因为记者在现场是他们要求的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有一些不在，然后呢，糟糕了，你拍到这个照片，哦，可不可以再一次？就变成九次，再一次九次。记者要求你不得不这么样。我们今天现场来了50几位记者，哪里？他们希望你跟杨凡什么？
不是那个有一个喜事啊，有没有喜事？害羞。杨凡最近，杨凡最近他老婆又怀孕了，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亲？我老婆喜事啊，干嘛没事又怀孕呢、啊？哦，他老婆又要结婚了。喂，啊、那怎么讲嘛？不是的，不需要。你有老婆？哦，我有老婆。对啊、真的、啊？有小孩吗？有两个小孩。两个小孩。对。多大？一个6岁，一个8岁。啊，真的、啊？你想干嘛？当奶妈吗？不是，我有结婚。贺大哥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目前单身，以前离过一次婚。哎，我离婚2年多了。2年多。20几年了吧？感觉如何？很寂寞，很寂寞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我跟你讲，玛格丽特、嗯，你不属于贺一航的，嗯，艾莎才是。贺大哥喜欢你这种型的，你会叫吗？什么？你会接受他吗？如果贺大哥要追你，可以接受他吗？我？哎，对，讲真话，可以。想那么久干嘛啦？哎，你小，好可怕、哦。你小孩子想那么久的？没有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会不会那个伤害到你。你可以用日本话回答他，你不会伤害到他，跟他讲 Sayonara。ごめんなさい。那我们知道玛格丽特其实他最厉害就是他的舞蹈。嗯。水上芭蕾是不是很难学？对。对，像那个从小就要学吗？对，可是脚不是会脚、哦、不是会变形吗？练芭蕾舞的话，不是会变成那个脚很粗吗？不会吧，这么漂亮哎！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是你的本身。那你的本身很瘦，本身瘦，本身瘦，我就觉得运动让你比较看起来那个有肌肉，哦、肌肉线条，对,、哦、对线条会看起来比较好看。嗯、这样子，嗯，所以说他基本上如果水上芭蕾要会的话。那舞台上的芭蕾也应该都要学嘛，哈、嗯，先从舞台上学。其实两个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艾莎是练什么？练软骨功还是什么呢？什么软骨功？是练缩骨的，没有躲到箱子里面那种的，不是吗？不是，不会。艾莎在比较没有或不会那种比较特技的。哦，对。可是有没有练舞蹈呢？有，有哈。有。上次有来唱歌的时候表演那古镇啊。对，那是冲绳、啊、日本的那个打鼓的，唱歌一边唱歌一边打鼓啊，也很棒啊。真的吗？对。我今天还有哦。不要了，嘿。我是说。为什么？表演一样，当然你不能表演一样的。为什么都马哥的都要，我的什么都不要？他没有来过啊。对，你有啊，我有来过啊。就是因为玛格丽特是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，所以礼遇比较好。你是第二次的，好，你应该不会有第三次的。哪有？我们不要老这样欺负艾莎，艾莎蛮可怜的哈、哦。嗯，没关系、啊，你不错，你不错，嗯，你不错。我爱日本，你不是我爱日本。我们今天这样子好了，其实提到这个舞蹈啊，今天请两位来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。哎、对，今天玛格丽特表演什么舞蹈？其实你好像在那个我们看过有时候你参加那个车展的时候、嗯、啊，你有秀一段非常精彩的舞蹈椅子舞那个，对对对对 对, 对、哦、那个很棒哎、嗯、就是这支舞啊，对，就是要表演这支舞是吧？哇，那他准备一个椅子舞，那艾莎要准备什么样的舞蹈？我钢管，我没有，我有准备了一个、哦、那是什么舞蹈？那个对 disco disco 啊 disco, disco。 那这样子我们先来看看你的 disco 好不 好，再来看看你的椅子舞好不 好，艾莎的 disco 不要想过一点Yeah.
欸，不错哎，不要练成 disco， 这个很早期，别那种好像七哦，对，哎对，一个人不见了，马哥，好，玛格丽特。因为他要换个衣服啊，我以为看艾莎跳完舞，他觉得说不去跟他跟着同台跳，我就走掉了。没有了，玛格丽特要这一套这个椅子舞，特别换了一个衣服，马上来邀请他出场来，玛格丽特来。介绍玛格丽特在这段椅子舞。掌声鼓励鼓励！哇，好厉害哟！哇，好棒哦！刚刚我们就在担心说你的裙子会不会太短了哈？你有担心吗？啊，我有点开心，哎，不，有点担心，对。结果没有关系啊，穿短就把它当做一个短裤在里面跳舞，这样子很漂亮。对，很这个很健康的。我们在旁边看，好希望你多跳一点点，好漂亮哦。那艾莎说她会唱，她也会跳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好像讲错话了。不会，我们请那个老师给你一点音乐，你也来试试。我讲错话。不会，一至五，艾莎，艾莎 ，Come on。这样，哦，又来了，性感的。最后一个 pose， 裤子拉一下，对，腿太短了。你在干什么啊你啊？我跟你讲，艾莎真的，哎、欸，好硬哦、喔。什么好硬？你看，哦，你说人家身体很软，你很硬就对了。这个东西硬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刚看有点硬了。你看看我们台湾的名舞蹈家，名舞蹈家来，凡哥。耶，讲错话了吧？我帮你拿。好啦，别听歌了。
就糟糕了，这个就糟糕了。都是你要跳，害我也跳一下。OK， 加油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啊？你在干嘛？汽车美容。欸，我也要美容一下。你那个不用，你打塑料就好了。你那不用，你打塑料就好了。欸，真的不容易耶。对呀。可是我有一次掉下来了，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在台中就是这个舞，然后呢，你记得吗？我在这边有一个动作是，是要从这边下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要马上从另外一边，对。然后呢，我已经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放过来另外一边，可是手没有抓好，我就掉在地上了，我这样掉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就观众看着我，哎，他怎么搞的？然后呢，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的，我全脸都红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看我的经纪人，我就怎么办？他就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就说，我站起来后，我就说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能不能再来一次的？没有，已经快结束了。还有，我掉下来了，很痛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没关系啊，台湾的观众朋友都很好的人呐，你真的摔下来，他们还是给你掌声鼓励鼓励啊。没有，他们讲。没有人去帮你扶起来吗？没有人吗？没有。哎呦，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时将淋雨的？我发现一个重点，我觉得艺人掉下来了，还是要漂漂亮亮的 boss， 好像是结束了，不要问为什么，不要问啊，我现在怎么办？就是这个就是你的经验啊。对。可是有时候在舞台上，如果人家叫你表演比较滑稽一点、好笑的，你会怎么表演？诶。我从来没有走过好笑的，真的好像从来没有扛过，对不对？你在飞哥的旁边，每一次都性感的感觉，飞哥都这么好笑，你应该有学几招吧？人家是美女嘛，你只是矮，叫人家当观众好笑呢？哦，美女怎么会好笑？应该弄男笑的，妩媚一点的嘛。哦，妩媚的有吗？哎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东西，你会吗？啊，你先试试看。妩媚是什么？妩媚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就是回头这样。啊，这样子啊，我了解。我看。啊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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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烂掉的兔子，烂掉的兔子，烂掉的兔子。好，来，我们玛格丽特要做什么？妩媚的动作，妩媚的动作，来，一二三。哦，好美哦。对呀，怎么样都很美，这样你怎么样都很滑稽，这样。哪有？哦，我会，我会一个，我会一个。哦，哎呦，哦，那你要回头，回头。OK， 哎。好，鬼脸，一二三。那个嘴唇是用咬的吗？用咬的吗？哎呦，怎么可以一边歪一边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这边的那个嘴巴可以包在这边，到这边。歪那一边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就是只能一边而已。就一边，他怎么弄啊？他好厉害哟！你有中风过吗？没有，有没有中风过？没有啊，我就自然，就是有的时候就，他就觉得好怪哦。我知道，我你小孩的时候，我就不喜欢东西，比如说妈妈快点啊，快点吃东西，我就，这个不好吃。哦，哦，还有国外贺大哥也会啊，你会这个吗？啊，好厉害哟！开玩笑，这要断过才可以的。哦，他手指头呢？这个不行，这个你要这样。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。对呀，啊，每个男人都有一只可以这样子的。那你会这个吗？哎呦，他好厉害哦！哇，你们如果都拿手脚这样表演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嗯，你要干嘛？我怕我裤子掉下来啊！想太多，想太多了。